收看我们异形帝国，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的异形队 Mitchell 杨春华、宋小琪、Robin。人山人海，听说外面还有600多个人没办法进来。对呀、啊、对呀、啊，有十几部游览车。是是是，因为那是进香团，经过停下来。一开始呢，我想我们要这个进行我们暖身一下。好，我们分成两队，今天罗梅就充当队长一下。什么充当队长？我本来就是队长阶级的人物。我没叫你当充气娃娃就不错了。充当队长。而且我们站的这个安哥要站过来，因为他是帝国队的队长。是橘子队，对对对。干什么了？一个队伍的气势都在于这个队长的这个身势。今天怎么没带那个？马上要进行我们的帝国争霸战。接下来进行大嘴王，也就是各位看到桌面上呢是一口香肠，好香哦，不能吃下去哦，看能摆几根。好。你是没问题的，放心啊。那这边呢，我们派出的一男一女是宋少卿跟罗碧玲，你们这边派出的是黄思婷跟黄安，两位姓黄的。好，那90秒为一个单位啊。黄思婷跟罗美，你要帮忙可以塞啊，不要挡到镜头了。一杯，不要急，90秒，慢慢，不要急。四、五、六、七，啊，掉出来了，多恶心啊！九、十。十一，黄思婷好厉害哦！十二，六，慢慢来。十二根呢？十三，十四，十五。罗美美，太厉害！真的是罗美美。十七了，十七根了。快！十八根，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十九，还有，哇，太厉害了吧！十九，还有，二十。目前是19根了，48、49、50、20根，慢慢来，20根了，20、21、23、22、21，快，眼泪都掉出来了。罗美美总共塞了22根，眼泪都出来了。那一根根拿出来就知道了，几根？6、7、8、9、10、12、14、6、8、11了，12、13，哇，慢慢来，22根，哇，这边几根？16根，我们两盘摆起来就知道谁赢了。没有，这个要加总数的，等一下啊，再有待会发给观众吃啊。今天晚上便当好吃吧？对，好。现在呢，刚刚以1分钟为单位，90秒太小，60秒。现在呢是男生黄安，哇，这边派出宋少卿来一杯，60秒一杯，60秒。安董加油！你绝对不能输罗姐哦，哈，罗姐的嘴很深，小心不要吐哦。十，眼睛开始红了。十一，十二，十三了，十四，快吐出来！十五，把他弄得恶心啊！16上。吐了什么表情？17根呢？还有10秒，9、18、18、7、6、5、4、3、2、1，19根呢？等一下，不要动！你怎么那么烂呐？有几根？他全部吐出来了，总共几根？22啊，乱讲了，先数一下。来，您是19根嘛，哈，不止吧，19。来，现在等一下，一个个算，来，拿出来，啊，都出来。
十九，等一下，来，这边算一、二、三、四、五。我怕以后不敢自己。六。用的太烂了。七、八，王思婷不要用筷子。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十七、三十七根。这边是，我刚刚算应该没错，三十九，可不可以倒在布上？哎，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每一根香肠上面还粘着唾液，十六、十七、稠稠的感觉，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哎呀，过我们三个，异形队获胜啊，帝国落败。不过没关系啊，刚刚呢看这个各位的表现呢，我们现场观众朋友跃跃欲试，能够跟我们女生，我们跟杨琼华比赛的，来请举手，女生啊。是不是要找女生呢？获胜有3000块奖金。女生后面有一位喜欢吃鱼串，来来，请到前面来啊！哇，哎，同学贵姓？林啊，姓林。哦，姓林。双木林。来，准备了啊！要小心哦。六十秒，预备。加油加油！要摆好位置，不能乱放，要摆好位置。加油。对。位置要摆好，才有空间。要善用空间，不要笑噎到了。旁边塞，哦，可以看，可以停几部车啊！加油啊！现在只过了30秒啊，慢慢塞，不要急，利用空间。慢慢塞，慢慢塞。42秒了，还有15秒，加油！还有10秒，九，慢慢塞，慢慢塞，八，加油！先不要吐出来哈，塞好不要吐出来。五，这个妹妹太厉害了。四，三，二，一，不要动，不要动。好，来，各位看到他啊，现在把先吐，没完，你先可以从二，来，你也把它拿出来。三，四。哎呦，六，深藏不露，七，八，九，哎呦，十，这边才14啊，那就已经败了。十二，十三，十四，哎呦，十五，哎呦，十六，哇，好厉害，十七，还有十八，你在生孩子吗？19，20，哎呦，还有，23，还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了。还有没有？哎呦，我的妈呀！杨琼华，我刚刚输人家9根呢。啊！哎呀，哇！可是哎，林同学真的很了不起，在家常练习吗？嗯，谁练习这个？干嘛？疯了！不过太厉害，恭喜获得3000块奖金。厉害厉害！哇！以9根悬殊的比数呢，击倒了我们杨琼华啊！来，我们进行飞耀山海关。接下来是飞越山海关，来，黄安，这给容易想啊！哎，没有，我是学佛的人，哎呦，准备了吧？什么态度？计时一杯，什么脸？你也太快了吧你！你不要那么快嘛！你也太快了吧！哪有这样子？哦，哎，这个漂亮！哎呦，帅哦！什么脸？
过超过了超过了，稍微广告吗？广告。耶，人家说温柔一点，一杯。哎，不要乱掐，不要乱掐啊！这个不能是光男生有福利啊，对，龙翔躺上去啊，我吗？来一杯，躺着，小心小心椅子，趴得像拜天公不好，小心桌子，这个会走就对了，天哪，没有，我怕他躺上桌子要不要紧？会不会就这样裂了？不会吧？啊，给你一拜拜哈，鞋子脱掉，鞋子脱掉，哇，刚刚好哎，没关系，吹过去就好，我们不用盘子了。好吹哎，真的好吹！哎，罗眉，罗眉不要客气了，来，来飞燕，飞燕，千拜万拜，不如地公提来拜，靠腰啊，你是，脚要夹紧啊，预备。大家对你好有兴趣，不是？等一下，不要动，不要动，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现在要起来，是不是？来一杯，哎、欸，还有啊，女生这边还有一个代表啊，刚刚这边是蜜雪来好了，蜜雪啊，蜜雪来好了，蜜雪，哎，不要客气啊，六十秒，一杯。好，睡哦，睡哦。好了，到这里可以了，来，来。好，快快快快！请注意龙翔大哥的表情。是我们异形队获胜啊！啊，前面这个第一关是异形队获胜，好，马上要进行我们下面一个单元，是我们的摇摇乐。接下来进行摇摇乐啊！各位看到呢，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东西，我们先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瓜哥上，瓜哥摇，哎呦，哎呦，哎呀，这是什么啦？这是传说中的美国进口的一种马鞍，电动马鞍。哎，这个速度有分四级，这是第二级，要第三级给大家看一下。好，第四级最高段的，哇哇，加
把它停下来。这是美国训练牛仔用的。是我们先请罗美美呢，最厉害的，她的这个可以说奇术一流啊。哦，坐上去啊，小心呢。她先示范，有分四个阶段，十五秒是一个阶段，十五秒是一个阶段。来，预备，开始。这是第一个阶段，看到没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马上进行第二个阶段，速度要快了。哦，这个叫做瓜哥，这个叫做什么，知道吗？这叫做打浪。哎，骑马专门术叫打浪。第三波，第四波，好，第二阶段了，第二阶段了。各位唱这歌听听听。抓抓抓抓抓，红刀，乌兵，汉族兵。我们现在也不能问他为什么要做蛋糕。妈，谢谢你。你还好吧？第四波，阿姐，太恐怖了。这边因为 Me Too， 大家很幻想他们骑马的姿势，对，好啊，所以这边派 Me Too 了啊，来，先就位。现在看谁的秒数骑的长啊，总共呢是分成十五秒一个阶段，一杯。哎，第一阶段。哎，要跟着他节奏。要去应承他。你的手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哎，十五秒啦，第二阶段。对对对。抓住，抓紧。瑜伽你知道吧？不错哦，已经经过二十秒了。小心。准备第三阶段，准备准备。多少？总共是三十秒啊，不错，三十秒。哎，好 ，Me Too 的另外一个请上啊。刚才玩的是姐姐还妹妹？姐姐，刚才是姐姐。什么叫刚玩的？我刚才玩这个游戏的。刚刚是姐姐进行这个游戏，现在是妹妹。妹妹在。好，来准备了。妹妹没关系，有我在后面啊。预备，加油加油。放轻松，你走屁股一开始就坐歪了。好。第二阶段来。哎。第二阶段呢？坐。第二阶段，二十八秒，还没第三阶段哦。啊，你看看，好，刚刚三十秒，再二十八秒，五十八秒，来这边林美照最厉害的，来。啊？为什么林美照最厉害？因为他可以扒住。预备好，所以注意了哈，预备。第一阶段。好厉害哦！结过婚就不一样啊。第二阶段，哎，对对，跟着他的韵律，看到没有？哎，手小心，手不能抓，手不能抓。第三阶段，预备，开始，小心手，小心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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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哦，掌声给他鼓一下。第四阶段准备了，第四阶段。42秒，不错，哇，好厉害哦！你看到，跟着他节奏，跟着他节奏就没错了。王，你喜欢棒赛？王思婷来，这个也是比较没有经验的啊。来，这个恐怕十秒就甩下来了。对，是跟着他的节奏走就对了。对嘛，跟着节奏，节奏是那波浪，跟着他一起就对了。瓜哥，你喝醉了吗？手不要放上去夹到，会痛痛的。夹紧啊！好啊，注意这边会夹到哦。啊，谢谢妈妈。你把他当小朋友啊！预备，哎，加油！夹紧啊！加油加油！手不要放进去哦，会夹到。十五秒了，来第二阶段，准备开始。跟着跳，对。跟着他跳，
害，很厉害哦。第三阶段，请开始。哇，对啊，而且短距离，31秒，31秒，不错。总共刚刚是42、31，哇，七十。那我来挑战一下了。啊，你只要能做满一分钟，5000块奖金。啊，真的吗？5000块奖金。这个不是，等一下，我要先宣布一下，刚才是刚刚成绩是帝国队获胜，是现在是个人挑战，个人挑战，只要超过一分钟5000块，观众一样，只要能超过啊这个时间一分钟 ，OK， 罗妹妹加油，预备，15秒一个阶段哈，预备，加油。哇哦！有谁啊？加油！还好美耶！第二阶段，请开始。那手抓的可以吗？不能抓布了，哎，小姐，你这太有违规了，你不能抓。炸！第三阶段。已经什么一姿势？好，第四个阶段。哇塞！罗妹妹在干什么？罗妹妹在干什么？太爆笑了！你有没有看到她多爱钱呐？她就死不肯下来粘在上面，老娘跟你拼了，老娘用肚子骑也无所谓。哎呀，你，哎，都才43秒就下来了。来，观众有没有挑战的？观众，死关了，男生也可以来。正面嘲笑。来，龙翔先坐上来。啊，是，会动吗？啊，会得了吗？会动吗？会不会坏掉？开玩笑。Yes， 光可以来了。天哈，快点来吧，来一杯。嘿。关手，他关手，他不动。哇，你坐坏了，撞成这样子，怎么没有？该开了没啊？开了，动都不动了，人家都开了，你还拍谁拍谁？坐坏了，拍谁拍谁？来，同学有没有挑战的？来，要穿红衣服的来。同学贵姓？姓张。张先生啊，希望您拿到5000块啊，预备，走。不要这样抓。第一阶段，好好舒服啊！手不要去放进去，会夹到。第二阶段，请开始。哎。不错哦。哎。第三阶段，请开始。厉害啊，厉害！哦，快过关了，厉害厉害！加油加油！还没，40，41、42、43，来，下面第四阶段。加油！哇，这么厉害了，已经第四阶段了。5、4、3。过满了，哎呀，5000块，恭喜你啊！哎，恭喜！厉害，表示这个还是个可能过关的，是不是？瓜哥，你坐嘛，我们帮你量。对，来来，对呀，瓜哥，我们想要你坐，瓜哥坐嘛，瓜哥你起来，反正瓜哥痔疮已经好了嘛，瓜哥，不是，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会影响痔疮吗？会不会？不会啊。预备，第一阶段15秒钟，好，观众准备好了没有？等一下，哦，要拉个。哦，不是，那个要拉筋，海边哦，那个海边要拉一下是。该兵要好。我们第一位来宾胡瓜先生，请准备。我们分4个阶段，每个阶段15秒钟。瓜哥，海边夹紧，手不要去夹到。计时开始。第二阶段了，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第四阶段有一分钟哦，第四阶段是一分钟哦。时间还有十五秒，时间到哦，规则失败了啊！光哥应该刚刚痔疮破了，又破了，痔疮，痔疮破了，对不对？还是塞进去了，这还能塞进去？光哥，刚刚忘记跟你讲，我们刚码表忘了按，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不是，哎，好。哦，就天没货，做不动，刚不会就够体难。马上进行我们的大地鼠。啊，获胜的是黄恩这一队。好嘞，计时二十秒，一个人只有二十秒，预备，开始。没有半毛，没有一。有三千块，打到三次，不止吧？对不对？只有打到三个嘛。好，只有三千块。第二位，你美嘉啊，美嘉来。这个就比较优秀。加油！预备，二十秒，预备，开始。一千块了啊！两千。三千而已哦，二位，四千啊，疯了疯了，没到了，三十几秒了，三十几秒，小姐，没到疯了，我跟你讲了，疯女十八年，你起笑啊你，晚安啦，我知道你不喜欢软，可是我们的游戏是这样子啊，啊。有四千块，四千块送给你了啊！啊，哦，王思婷，加油！预备，二十秒开始。没有半毛，都没有打到。还好吧你？王思婷。王志林疯了，王志林一千停，王志林疯了，等一下，等一下，你打到这位，我刚才看到，你脸色怎么苍白？对，我看到，心态假意。好，你有一千块，好，谢谢，来，恭喜啊，好，这打到会晕倒哦，没有人要站起来了，打完一轮空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计时二十秒，预备，开始。没有半毛。等一下，一千。等一下，是不是？等一下，是不是？是不是？等一下，哎，这个死胖子怎样？我已经躲在里面，你还在打？没有啊。不是，等现在还在打干嘛？因为你现在是在。OK， 你总共进行了十二秒，只有一千块，来继续，还有八秒，预备。预备，开始。两千，停。啊，两千块了啊，又打到这里。打死你！来，罗妹妹，你今天表现算不错，起码那个单元，我这个赠送奖金给你，好不好？哎，而且，来来来，给，而且，这个。预备，那这奖金都记清楚了哈，有两千，预备，开始，有一千呢，两千，
题。好，2000块。喂，累吧？哇，好累。就天没我陪你了。好，总共2000块的奖金，谢谢。哎，少奇你在干嘛？你怎么突然变阿杰啦？我一只眼睛被罗妹妹打瞎了。哇，那可以加入金门王喽。对，好，以上是我们打地鼠啦。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帝国队获胜，谢谢同学各有1000块的奖学金，谢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单元，异星帝国有。